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加个这个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快快快快快来看！大伙儿在学校贴吧上赌你跟陆巡明天谁会赢了。哎，现在的赔率呢是2-1，陆巡的人气稍高你一些，所以领先。嗯，但是按照你今天的表现来看，我赌你赢。对，而且，据我观察，咱学校风靡万千少女的李崇文李队长，今天的眼神可是从来没有从你身上离开过啊。有了他的肯定，你这把绝对稳了。他就是一个刚上大二的学长而已，最后拍板还是人家张老师的事。No， 我早就打听过了，人家李崇文在咱辩论队，哦不是咱学校，那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他大一的时候，全市最大的开发商万裕集团在咱学校附近违法施工，媒体曝光都无效，李崇文直接把人告上法庭，一审就胜诉了，从此一战成名，成为咱光华法学院之光啊。而且呢，不仅学校将他这次维权成功的案例大肆宣传，电视里都做了推广。嗯，去年啊，他还带队拿了辩论赛全国第一呢。嗯，张老师呢也快退休了。其实啊，基本这些队里的事务都是李崇文来管。他这么肯定你明年接任辩论队队长，打比赛的肯定是你啊。嗯，我也不一定能赢。不行，你必须赢！我跟小新把全副身家都压你身上了，你绝对不能输。你输了，我们可就赔惨了。对，今天我们来陪你做突击训练。来，来，吃点，先吃点，吃点，喝点。对，明天好好发挥。嗯。哎，又涨了，又涨了。Lexus 邀您共赏，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。